佛果是不是有一个最高的果位叫无我果？无我果是这样吗？师父？是啊，有同学问。有啊。哦，无我果你在人间就可以有啊。你说我们在人间是不是无我啊？有没有无我境界啊？对啊，有无我境界的话，无我就是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层的境界了。因为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时候，是不是菩萨啦？对。啊，无我实际上就是说啊，四相里面无我相呀。哦。把自己都忘记了，心中只有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无我了。那时候超脱六道必须做到无我，你做不到无我就超脱不了六道，是这样的理解吗？对，因为无我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概念了，因为佛法界呢把无我当成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。因为你比方说我经常说的妈妈没有自己她就有孩子，是不是母亲在孩子的身上你这个非常得到尊重啊？对不对啊？因为无我它本身就是无取运的共相啊，也就是说无常苦啊，无我呀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非我之我，非我所我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一定是你的，但是呢你已经把它提升到一个没有我字了，那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是觉醒了，就是已经觉醒了啊。我们经常讲啊，观受无我了啊，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啊，四相里面无我相嘛，没有自己的人才会有别人呢，整天想着自己的人哪会心中有别人呢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师父，心中装有多少众生就会有多大能力，只有破除我相，凡要保持凡事正思维思考问题才可以突破阻碍，是这样吗？师父。是啊，没有我相的话你跟谁去吵啊？你跟谁打架？你跟谁去嫉妒啊？你跟谁去恨啊？是不是全部都破除了？是的。一个我相破除，心中装有多少，一个我相破除了，什么相都没了。那师父，心中装有多少众生就会有多大的能力？是啊。怎么理解呢？是啊，就是菩萨心中装了普天下的众生，所以菩萨的法力无边呀。明白了吗？你比方说你受到的人尊敬的越多，你是不是大家越对你好啊？你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那你是不是人脉就广啊？对，是的，明白。好，师傅，那您开始。